交易市场，我们来了。这个要跟安吉的那个茶叶交易市场比，那就小多了。村子里面的了吧？那个也是村子里面的。这都是汽车拉的电地哦，代步车，就是车里面装的每一个都是一筐一筐的茶叶，哇，全部是茶叶哦。啊，都是满满的，挤不进去呀、啊！现在，哎呀，这个人哪个？对不对啊？哎呀，真好的话，好香啊！咱们是刚交易完的茶青，好香啊！人头攒动的茶叶交易市场，每个采回来之后都是在这儿销售。那么这是谁家呀？花地。哦，在这儿啊，来称一下。来，老板。是吗？就是安妮白茶，那你们看的时候是要看它的颜色，然后看它采摘的，是要求一芽一叶吗？它不可能有那么准的呀、啊。就是大部分，哎对，大部分是一芽一叶哈。对对对，自己的茶厂。来了几十个，真的好，我看我。像这个，像这个多少斤能做的一斤？这个差不多4.7。那差不多靠五斤啊，4.7。这是人哦。你什么干的？不是你。啊？走。这就是品质好一些的黄金叶是吧？对。你看他们看好。看茶叶也是一个粉丝哈。这是安吉白吗？对，安吉白茶。站站你。这是。